主料，草鱼一条，辅料，香菜一把，番茄一个，芝麻一勺，香葱两颗，土豆一个，火烧辣椒一勺，豆腐50克，花椒一小把，蘸水辣，小米辣5个，蒜4瓣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草鱼一条，处理干净，切成块，新平腌菜3公两。配菜，豆腐、番茄、土豆、胡萝卜。配料，香葱香菜。配料，姜、姜、小米辣。腌菜切块放入油锅里炒熟，炒熟的腌菜锅里放入水，放入鱼块，再放上配菜，煮大约5分钟。起锅打进汤盆，上面铺上香葱香菜和小米辣，再撒上火烧辣椒和蘸水辣椒、芝麻、花椒。炒锅里再烧一份油，淋在上面，炝出香味，可以吃了。成品图，烹饪技巧。不是川味的酸菜鱼，也不是滇味的，我自己看着情况做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